接下来的变成一个非常浪漫的毛毛雨。大家想到毛毛雨会想到什么呢？想到毛毛雨，想到就是那个浪漫啊，就是一个走在路上，毛毛啊，有人帮你撑伞啊，小姐，开门雨了，这样子。所以等下来呢，以下呢，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下那个毛毛雨的氛围，让那个毛毛雨滴在你的手心上，在你手上化开，甚至滴入你的心，在你心中融化。大家要小心哦，接下来的是新生的爵士组。幼的是幼的，包夜幼的，希望大家呢，等一下呢，可以帮滴身上之后呢，再一层一层的把他们的夜慢慢的剥开，再放入嘴巴，细细的品尝，是新鲜的、幼的、年轻的。OK，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生爵士组所带来的毛毛雨。